APP 2011重磅出击，全程直播快银真人秀，独家自制节目，都是真人秀无法触及的死角。关注快银真人秀，关注 PPTV。令师傅们又爱又恨的八分钟出两道菜，这次换吴秉承师傅来挑战啦！老实告诉大家，会不会太勉强？时间会抓得刚刚好。哎呀，好稳，多也不少，这样不多也不少。其实是不是就是拌一拌的这样的菜呢？还是你要说菜名分别是什么？那拌一拌那一种比较简单，那种郭师傅才比较好。我们第一道做一个鹅啊蛋酥披萨。听起来很简单呢。五星级料理鲑鱼，詹姆斯要做什么菜？北海道枪枪烧，因为他在到时候我们鲑鱼会下去煎，会在铁板上面会用铲子，然后一直是剁它，有那种枪枪枪枪枪的声音。枪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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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枪。左边的图呢是正常的鲑鱼。请问是因为什么原因了，它会变成右图当中如此面目狰狞了？很多的生物，比如说他们在追求这个女性的时候，他们会变漂亮，有没有？哦，像孔雀。那我好像有听过这个，就是 A 雌鲑鱼它产卵的时候会变瘦。你为什么都不尊重前辈？来，是的，今晚进行是型男大主厨，看谁最幸福。晚你好，来，欢迎观众朋友在每天晚上准时收看型男大主厨，当然还有白天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啊。好了，今天呢，我们的型男大主厨呢，看谁最幸福啊？这两位呢，事实上都是我们资深的好朋友，有基本上呢，在这个行业里面啊，相当长的时间。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听过他们的歌了，很小多小？大概是多少岁？那首歌叫做……应该没有听到吧？那首歌叫做……有一位的是就在今夜一样像你，就在今夜。对，另外一位呢？另外一位是啊，怎么临时？你看看是不是？淡了。不是，因为他歌艺并不是他强调，他强调是他其他的才艺。对。对呀。火爆的个性。好敢讲，直白的个性不是火爆的。他们两位呢，平常在我们节目当中呢都有做过菜，今天来让我们来吃吃好料啊！欢迎金正轩、李明义两位，欢迎。欢迎两位。两位大家好。哇，娃姐。最近的作品，锦绣娜。曙光，谢谢我们的迎接。曙光是。人家要念曙光，曙光吗？哎，对，这是最新教材里面要念的，是不是啊？对，念曙光，曙光，曙光现在是查不到了，真假的？你这又想通了，啊，要这个专辑等很久了吧？这个专辑，大概寄出头来说有十多年了，哇，真的假的？重出江湖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就是小朋友现在大了，可以有点自己的时间。应该，孩子多大了？都念小学了吗？今天的专辑主打歌叫什么？曙光，曙光。哎呦，谁写的？是啊。这首歌曲呢是金培达老师。金培达老师啊。是，如果大家喜欢看电影的话，电影音乐的教父啊。是。金培达。是娃娃姐自己填词哎。也有少部分，其实本来整首歌我自己填了，对，后来90%就被他否决了，还剩下10%在里面。哦，不幸中的万幸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来唱一下这首歌给大家听一下，好啊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掌声欢迎。我已经学会坚强，明天的路走得漫长，有你陪伴我身旁，温暖我的心房，在你温柔的眼神里，是我人生的好特别。好好听哦，好听哦，
两个先，你们俩先这两张还他去买。好了，今天呢，两位来吃个好料，这个特别是大阵仗的内容。要来报答你们在过去节目中的表现，对不对？就是说我们要庆祝新专辑的推出，就是已经够了，不要再吃。没错，我就做够了之后，他就说这两组人以后只要来吃就好。对，就是除非必要，能不做就不要做了，好不好？好了，接下来我们欢迎我们两位为我们带来美食曙光的主厨，好不好？右手边这一位，我相信他的确犹如灯塔一般啊，照亮了所有急着渴望寻找美食的朋友。欢迎美食的导师阿吉师。谢谢两位特别来宾，主持人张老师，观众朋友大家好。阿吉师好。来，另外这一位他也是光，他呢是我们的路灯一样，让你走在路上都不会迷路，那就是小朋友最喜欢的詹姆士叔叔。好极了，就是那个光啊！今天什么光？我希望大家呢把东西全部吃光光，好不好？今天呢我们一开始有一个小单元，这单元呢你们有看过五分钟出好菜？我们节目当中没有注意到，对不对？五分钟出有这个单元，可是单元呢大概有一段时间没有经常性的出现。今天八分钟出两道菜，五分钟出一道菜，我八分钟出两道菜，很合理。八分钟我是可以吃两道。学起来吧，对，八分钟的人做两道菜，我相信是现在所有家庭主妇或是喜欢做菜的朋友，不想浪费那么多时间，又可以做出好料，这很正点，正点吧。八分钟出两道菜，欢迎厨神卡卡，他吴秉辰师傅，就是所谓的厨神卡卡，哇，他做菜讲话都不卡，就只有念题目的时候，真的吗？他念题目特卡。你是厨师就对了。这两位都算是我们的前辈，是的，对不对？都算是我的学姐级的人物，好不好？今天为他们好好表现一下。哦，好。八分钟出两道菜。对对。在做以前，老实告诉大家，会不会太勉强？时间会抓得刚刚好。哎呀，真的，不多也不少，这样。不对，不少。哦，因为双锅作业嘛。哦。那这两道菜，其实是不是就是拌一拌的是这样的菜呢，还是什么？你说菜名分别是什么？那拌一拌那种比较简单的郭师傅才这样。我们今天做的别人，我们今天做的不一样，尽量不要重伤不在场。先做哪两道？我们第一道做一个鹅啊蛋酥披萨，听起来很复杂，听起来不简单呢。鹅啊蛋酥，可是我喜欢吃鹅啊，对对对，蛋酥多重要。对，蛋酥会动的话，哎，比如说蛋酥可以放在汤里面，怎么可能？加汤的口感跟味道，怎么可能八分钟？那听起来披萨就要好几分钟要烤啊。所以披萨已经在预热了吗？还是没有没有，现做现做。真假的？你有办全部都在八分钟之内完成？全部看到食材都在这里。我的表情盖掉欧嘞！现做现做。嚣张！对啊，鹅啊蛋酥披萨，我的就掉欧哎！现做。那另外一道，另外一道哎，另外一道呢，我们来做一个板肉蒜爆，米椒。哦，漂亮的。这叫米椒哇！这两道菜我都超爱。松板肉，松板肉，哇！蒜爆米椒，哇！哎呦，这好特别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凤梨是放在哪一道菜里面？凤梨我们会放到我们的米椒里面。凤梨放到米椒里面，这是屏东的，好，台农十七号，台农十七号，特别甜，特别香。屏东台农，然后加到那个辣椒里面，哇塞，哇，酸酸甜甜又辣辣的。今天试吃凤梨嘛，可以可以可以。都是学姐难得，这会影响你等一下的八分钟吗？我家乡的凤梨，吃吃看。真的啊，台农十七号，你尝尝。哇，好多汁哦！真的假的？哇，好多汁哦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我想你怎么那么夸张？我觉得它做的没有夸张，没有比较夸张。它纤维很细致。对对，最怕凤梨的粗纤维，对对对，刮舌头，然后甜的很自然。今天八分钟，我要计时哦。哇塞，好难。从现在开始哦。你现在所看到的备料的部分，其实没什么备料吧？只有油先预热而已，就这样，八分钟，计时开始。来，那我们先做蛋酥的部分啊。哦，要露是这样子啊？是这样子啊？对，像炸蛋一样，油温有要多少吗？油温今天怎么抓在167吧？好漂亮哦！167，油温要高哦。你看是油温要高，直接来。那先目前我们就要让它做一个定型的动作。这个啊，可以一起炸，你直接放上去。吴秉辰师傅的八分钟出两道菜，第一道鹅鸭蛋酥披萨马上引起大家的好奇与质疑，他究竟要如何在八分钟之内完成大家觉得不可能的披萨嘞？哇，这看起来我就很想吃啊！那等下翻面起锅就好了。
它就是披萨。啊，是这个意思啊？等一下才搞懂。不会再去烤了，它就这样。你知道跟国师傅有什么差别？还说自己不一样，骗人！来，你们借过一下。哇塞，我觉得。吴秉承是否令全场惊呼的八分钟出两道菜，转台就太可惜了。那下面先我们就要让他做一个定型的动作。这个啊，可以一起抓，你直接放上去，直接放进来这样子啊。捞起来。可是那底下的。是因为时间不够，你开始乱放吗？没有，是本来就可以这样做。对对对，我们主要让它像一个蜂巢状。哎，你的偶尔好大颗，好正点哦。对，哇，好漂亮哦。这样就过瘾。哎，这样子好，不是很漂亮啊？而且那下去很好玩哦。那这个步骤只是过油，还是真的要炸熟？要整个让它炸到酥。哦 ，OK。对对对。炸到酥，所以要 brown 吗？要把它变咖啡色吗？对对对。来，现在就是我们的。香油把它放进来，香油啊，蒜蓉，放的是香油，用香油来爆，大蒜，然后呢，我们的一个松板肉，有点乱丢的感觉，你切得很好，切得很厚哎，就是蛮厚的，哎，是它整个等下炒熟之后它有一个口感，啊，那等下翻面起锅就好了，它就是披萨，啊，是这个意思啊，等一下才搞懂，不会再去烤了，它就这样，你知道跟国师傅有什么差别？还说自己不一样，骗人。师傅都是属于虎头蛇尾的，路数一样，就这样一个东西放在这边很久。我是虎头蛇尾，没有人虎头蛇尾，江湖术士。哦，还不到满嘴跑马的地步，还不到。来，胡椒粉。哦，哇，这看起来我就很想吃啊。这已经碎成崩溃了。有没有觉得现在很想吃？最后两分钟。而且那个个头啊，很耐炒。米酒，一大汤匙的米酒，你有没有超到你？换我啊，换我啊！三级超级卖，三级。小心啊！怎么翻呢？来，你这怎么一翻就翻过来就挂了。你手去帮他扶着。哦，我疯了嘞！小心！不翻，完了！不够大，时间来不及了，不够大，一定会裂。不好翻，来，这边借过一下。哇塞！哇！真有练过，来，凤梨把它放进来。啊，凤梨真的。白龙十七号。哎，所以凤梨就有一点还就是香香的那个味道。对对。没错。对它的一荤蒸。凤梨本来就不适合过度烹调，当然，纤维软的不好吃。它好了耶。我有粉团了。真来得及。原来这就是披萨哦。对。蛋酥在油锅里面当中温度从来没有降过，对，这很重要。温度如果降了呢，它就吃油了，它就马上会吃油。哇塞，好漂亮哦，这个。要立油吧，现在旁边做立油的动作。好。好精彩，我觉得这样子。对。两道菜。对的，好吃。哇，好漂亮哦！哇，这两个凤梨好可爱哦。来，你的花生。哇，那是你呀，哦。对。乱倒，倒数十秒。漏掉两盒啊！来，漂亮了。胡椒盐，沙的部分。还有沙拉，哇哦！八分钟，两道菜。这有点像广岛烧哎。对。鹅啊，蛋酥披萨，板肉蒜爆米椒，时间到。两两一组来吃好料，答对题目就可以吃。大家听完题目之后呢，猜拳赢的人来决定，好不好？嗯，就这样。题目是什么？请看。牡蛎是一般人认为的壮阳圣品，请问如果用威尔刚当牡蛎的饲料，会出现什么状况 ？A. 牡蛎产量大增，养殖场大丰收。B. 养殖出男性新希望的威尔刚牡蛎。A 或 B。你们可以决定，赢人决定。剪刀石头布，耶！你们拿牌子，加油！那你来选 A 还是 B？ 你觉得？我选 B， 选 B。哦，威尔刚牡蛎。为什么选？为什么？其实你想，如果当饲料，它怎么吃？
好啦，那就瓦姐 B 就 B 好，嗯，还是 B。答案是 B。哎呦，哎呀，他们答对了啦，他们好厉害，猜瞎蒙还蒙对。澳洲有一位男子多年前突发奇想，用威尔刚饲养牡蛎，开始推动牡蛎养殖业者饲养威尔刚牡蛎。目前男子已经成为全职的鹅农，也将他的鹅农。全职的科隆也将他的威尔刚牡蛎申请了专利。手脚可以稍微利落一点。什么感觉？我觉得加上那个美乃滋，真的是神来之笔。他后来有加这些什么松啊什么。所以你没有什么调味吗？之前没有，蛋酥都没有调味，完全都没有，就是面粉水。对，因为我刚刚他在那下蛋的时候，我还想说啊，那没味道。哦，他的蛋液里面有加面粉水。洗过的时候有加一些我们那个胡椒盐。所以咬下去真的没有油吗？没有，章鱼烧像不像？类似那样的东西啦。因为章鱼烧的话，它那个水分很足，里面比较软，有没有？OK， 好，这个做菜它是酥脆的。再吃这个，这个下酒菜。哇，这会不会辣？这个不是这个不会，这个就是一点点而已，肉它就香了，可以尝尝，一块吃。对啊，然后要再咬一口凤梨。啊，凤梨，对。哎，这样吃就完美，哎呦，我的天哪，这样完美，这样吃就完美了。凤梨等肉啊！哦，什么味道？肉会不会太硬？老板，秘鲁苦刀仔，秘鲁就是要下酒哈。而且那个肉，我觉得切的真棒啊，因为完全不会塞牙缝。在这边呢，都让我们画龙点睛的这个台农十七号啊，非常感谢这个屏东县长治乡宠之的本油啊，哈，果树产销班的，好厉害啊，提供了台农十七号的凤梨，非常精彩，凤梨好吃。这个八分钟两道菜，掌声鼓励，成功了，厨神卡卡，不愧是厨神卡卡，厉害。今天你们的吃好料，我相信呢绝对不止这些，光在镜头前面前缘所看到的那个烤炉啊，还有啊，那个烤炉。今天两位主厨还没上台嘞。哦，对了，我就想他们去哪里了。你想他们去哪里？你该不会想跟观众说再见了吧？我不知道，我还想说，有没有这么好赚？我想说，一段时间不见的两位主厨竟然被卡卡干掉了。我非常 surprise， 你知道吗？你说对了，卡就是卡位的卡。好不好？人人自危啊。原来好了，没有在后面。他为什么一来没坐在家先重伤郭师傅？就是这个道理。他想变成一个人的料理，一个人的料理秀，你明白吗？明白，好不好？但是呢，真正的五星级料理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五星级料理秀，动作。鲑鱼是深海鱼类的一种，肉呈橙色。日本人会把鲑鱼头制成盐烧鲑鱼等菜式。欧洲人及美国人会以热或冷熏方式做成烟熏鲑鱼或罐头以便储存。而今天两位主厨会如何来料理它呢？五星级料理秀现在马上开始。鲑鱼，哦，好美哦，它还有丰富的蛋白质跟呢 omega 3脂肪酸，嘿，钙、铁这些成分，哇，营养价值极高。是的，还有什么样的功效啊？它可以像是清血啊，降低血胆固醇，然后预防我们的视力减退，活化脑细胞，还有可以预防我们的心血管疾病。啊，有这么多功效，很好的。同时呢，它的肉质当中呢含有了 B 群。B 群呢，啊，对消除疲劳有帮助。哦，对，然后呢，还有呢，它的钙质，对的，促进钙质吸收，维生素 D 含量丰富。哇，你看，再显示它是一个营养价值极高的食材。今天用鲑鱼当做五星级料理的主食材，交给阿基师。阿基师有请。谢谢。阿基师跟呢真娃娃在一起啊，是，好不好？阿基师，鲑鱼带来的五星级食材。菜名叫什么？五彩葱龟卷。五彩葱龟卷。对，我今天会做中式的这个鱼香细粉呢，把它包到里面来。詹姆斯要教你，鱼骨头除了可以拿来炼高汤，还可以这样做。哎，所以我觉得像我们呢，做给小朋友就用这个汤来做高汤，当然都好，对，煮面啊，当然，这个只是示范鱼、鸡肉、猪肉，任何的都可以。这个汤待会就用这个汤来。哇塞，这个汤已经很正点了耶！为什么鱼油味这么重啊？因为我们哇，鲑鱼的鱼油是把骨头有切开，我把肚皮的这一块呢切到这里面来。传统的蚂蚁上树就是放肉末了，那么北方口味会放牛肉末，我们南方就放这个，好可怕！啊，你知道这样做，你知道多好吃吗？今天会做中式的
这个鱼香细粉呢，把它包到里面来。怎么做？来，请开始。好，那首先呢，我这边先，做一点起司豆腐酱啊。那现在这个蛋豆腐呢，蒜末的香味上来以后呢，把它拧碎。这根本就是蒸蛋嘛。哦。它当它变成这么绵细，它跟蒸蛋很像啊。嗯。蛋豆腐对不对？是变成烂豆腐的，口感吃起来也是有点像绵密了。嗯，炒香完了以后呢，把这个一般的起司呢放进来，谁受得了？哦，这量很多呢。哦，已经有香味了。对，那香味就上来了。好，那这样子完成以后呢，我们就先割凉一下啊。起司豆腐酱。对，起司豆腐酱完成。对对对。那么接着下来，我们这边有红色的洋葱。啊。要切丝，哎，对，切丝，然后放到冰水里面去冰镇一下。顺纹切啊？啊，顺纹切，顺纹切。切好薄啊。对。那我们待会再回来。好的，好的，行，谢谢。这边请，再不是。五星级料理鲑鱼。詹姆斯要做什么菜？嗯，这道菜叫做北海道枪枪烧。什么叫做枪枪烧？我去北海道这么多次，没看到枪枪两个。没有，日本话叫做枪枪 yaki。枪枪 yaki。枪枪是什么？它的由来其实一个是因为它在到时候我们鲑鱼会下去煎，会在铁板上面会用铲子，然后一直去剁它，有这种枪枪枪枪枪的声音。铲子的声音。对，叫做枪枪 yaki。哦，对，那个 Amy 怎么？北海道，我以为你会想做石寿锅。我也有做这些采良性的石寿锅。我现在炒它。对对对对对。怎么了？石寿锅我很为难吗？对不起。石寿锅有我以为我是来帮他拿东西的。其实你只做过一次。对，我做过一次石寿锅。对。就洋葱要先炒。大概炒一下就可以。在北海道啊，鲑鱼料理石寿锅，我相信最具代表性。对对。北海道其实马铃薯也是它的代表性。对。牛奶也是。对对对。我觉得洋葱怎么炒就是香。哦。好香哦。那这是鲑鱼的骨头。哦，所以这个煮汤，对，这个稍微滚一下就可以，鱼汤就感染了。那我们现在这边有，这是两杯的米，米啊，米，对，那我们已经把它泡了大概一个多钟头。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姜姜 yaki， 我是把姜姜 yaki 跟这个炖饭把它结合在一起。哇，那还有几粒米？那现在这是怎样？就把马铃薯放上来，待会跟它一起煮。哦，跟他一起。哎，你说你刚米泡了一个小时啊，会怎么样吗？为什么要泡？它比较胀啊，含水，含水，而且里面都已经吸好了水。哎，你这米怎么那么漂亮啊？它就是泡了之后会这样子啊。哦。好了，那这边要继续煮，我们待会再回来。好，我们现在把汤滤出来，然后开始进去里面煮。哦，这样子。这个汤待会就用这个汤来煮。哇塞，这个汤已经很正点了耶。好哈。哎，所以我觉得像我们呢，做给小朋友用，就用这个汤来做高汤，当然当然当然，对，煮面啊，当然当然当然，这个只是示范鱼、鸡肉、猪肉任何的都可以都可以。但我觉得闻一下这味道，我觉得用鲑鱼骨很正点哎，因为那鲑鱼的那个为什么鱼油味这么重啊？因为我们鲑鱼的鱼油是很棒，它骨头有切开，对，然后骨头把它切开，对对对。那我们现在就把好香哦，把这个汤。很多人说煮饭的时候要从冷水开始煮，其实不需要了。而且你也没开火，你就先。现在对吗？对，我先把它倒进去。哇，就这样哎。马铃薯是生的嘛？马铃薯是生的。好，那我们把它打开来。好。那我们待会再回来。走。好，阿吉师。阿吉师。那是起司蛋，起司豆腐酱。嗯。哦，起司豆腐酱。哦，那是等一下的蘸酱。然后配它刚刚冰镇。你就搬着吃就可以了。哦。准备，请出题。左边的图呢是正常的鲑鱼。请问是因为什么原因呢？它会变成右图当中如此面目狰狞了 ？A. 雌鲑鱼准备产卵。B. 雄鲑鱼想要保护母鲑鱼。A 或 B 呢？让你猜好了，免得你一直怪我。那你跟娃姐猜。我们谁输就换人猜，这样好不好？好啊。你们也是一样，谁输就换谁猜。好啊，你先猜。赢了就一直猜到底。好好好，这样好，这样好。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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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你说影响他刚那个，对，想太多，你真的整个都是老化的先兆了，你整个想太多太复杂了。来准备，起到手，二三，耶！你想太多了，你想太多，而且，算了，可是我们也不知道会不会答对，你觉得？OK， 我相信你，你觉得呢？我相信你，我是觉得啊，通常啊，你别告诉他。没有想过，不能这个，我是觉得，不是，我觉得有一种逻辑，
就乱答就对了。不要讲，不要讲。我觉得是这样。我是有一个逻辑，因为会想到说那个很多的生物，比如说他们在追求这个女性的时候，他们会变漂亮，有没有？哦，会。像孔雀，或者是你知道很多生物都会这样子。他的逻辑，所以我的逻辑应该是好像是 B， 你觉得？哇塞，我觉得是 A 耶，因为我觉得就像狗狗好了，就是本来都很可爱，但是它只要一生小狗之后，它就变很凶，为了保护它的小那个小 baby， 所以我好像有听过这个，就是 A。雌鲑鱼它产卵的时候会变凶我好像有听过。你为什么都不尊重前辈？我是说，我觉得是 A， 但是我干嘛在你干嘛在大姐就我？但是我觉得 B 非常有道理。对不起。李明一果然讲话超犀利，让难得有想法的巧巧吓得马上改答案。不过电视机前面的你会选择什么呢？阿基师和詹姆斯的鲑鱼料理令金志轩和李明一都失控了。这样子好准哥放上来。哇，我给他皮皮，我的皮皮哦。阿基，还是你没事可以过来一下。来，阿基，阿基你在干嘛？你在干什么？你在干嘛？加拿大温哥华近来因为洄游的鲑鱼数量减少了，造成了何种的现象？剪刀石头布。再猜一次好了，对，我觉得不算，没有人不算，我们没有能力，这个不算。雌鲑鱼它产卵的时候会变凶我好像有听过。你为什么都不尊重前辈？我是说，我觉得是 A， 但是我干嘛在你干嘛在大姐就我？但是我觉得 B 非常有道理。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快点，那怎么办？那怎么办？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很难抉择，快点，很难抉择。我觉得 B 好了，我要再看看 B 好了。这个很凶。那我们就决定了 B。答案是，恭喜答对了。真的要听前辈的话？是，我跟不是，我跟你讲，我看不惯演艺圈里面没有伦理。我有我有，你也这样选 B 吗？真的吗？请说明。鲑鱼为了准备产卵，外观它会变成准备产卵时候的深红色。那么在这一段期间呢，雄鲑鱼的头会变成深绿色，长出隆起的背和钩状的鼻子，径直的去保护母鲑鱼，以赶走其他来犯的鲑鱼。正确答案是 B。好妙，所以母的也会变，它们都变，所以你也只是公的头会变成更对更凶。它好妙哦，是吗？cheese 豆腐啊，这个酱超妙。那鲑鱼在哪里呢？还没吃鲑鱼，从头到尾没有说吃鲑鱼啊。这酱好好吃哦！哇，那我现在把洋葱嘞炒回软了以后，辣豆瓣酱进来。粉丝嘞，哇，泡水的，你看鱼翅，鱼翅那个汤汁像鱼翅，哇哦！好，那么接着下来了，这厉害的来了，它要怎么包？没有，现在这个地方呢，我把肚皮的这一块呢切到这里面来很多的鱼油让它把它给融了，融了，把它给融到里面去，对，融到粉丝里面来。那这边呢，我传统的蚂蚁上树就是放肉末了，那么北方口味会放牛肉末，我们南方就放这个。好可怕啊，你知道这样做你知道多好吃吗？熟了以后就好，不用煮太久。那么整个颜色呈现出来了，跟鲑鱼肉的颜色是一致的。好漂亮啊！等于那个冬粉把那个汤汁收掉了，整个颜色是一致的啊。那我现在就是拉大薄片以后呢，让它冷了以后才可以卷。当然，把热的时候请千万不要。好的，好。关心阿基师的对面，哎，你在做试吃哦？不是，他在把那 mozzarella 包在那个鲑鱼里面。现在在做试吃。你是用生鲑鱼啊？对，还带皮耶。因为它是火枪烤，对，你要烤吗？对，你这个是试吃吗？对啊。哇，他好有诚意哦，他真的很听到有试吃我就过来。他不是只是酱哎，对啊，没有，他今天一听到伦理他就变成知道。加油，好，我们要加油。哇，是。我觉得他有照顾到每个。请出题。
来，鲑鱼在什么状况下会有心跳暂时停止的状况 ？A. 残忍时 ，B. 逆流而上时。剪刀石头布。没关系，你为什么那么 surprise？ 对对对，猜对了，赢了没 ？A 也是对，重点不在赢了，是我们答案对不对？你觉得是什么？我觉得是残忍。你觉得是残忍对不对？我的第一直觉，逆流它会很用力。对，我的第一直觉也是残忍，因为我觉得逆流而上，因为它逆流而上很久，哎，它如果心脏停那么久，它游不到上面吧，就挂了。我只是这样想。哎，有看到逆流游一分钟的。可是，对对对，说暂时哦。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就是，我又担心它产卵的时候，因为它产卵很多，也许要产两个小时的。对啊，怎么会这样？哎，答案是。好，正确答案是 A， 睡睡，还真的耶。怎么样？日本北海道科学馆专家研究证实，鲑鱼果真是拼命的繁衍后代，不论是雌龟产卵时，或是雄龟受精时，心跳都会暂时停止。专家表示啊，鲑鱼衍生后代时，全身血管承受极大的压力，为了降低血压，才会出现这样的生理反应。每到产卵或受精时，心跳都会暂时停止6到7秒。哦，蛮想看 Amy 解释。这个很好，我先打平了。要吃哪一个？我要吃这个啊，然后那个里面的那个给你吃。真的不要吃啊？对，那个咬起来是怎样啊？馒头。馒头。我剪一半给你好不好？它是牛奶，剪一半。它是 cheese， 它其实它真的没什么味道。不是不是，它是 mozzarella cheese， 不是。哎，他不吃的给我吃。你就想，我跟你讲，它就是馒头。你这么用心，我完全，我给你面，我把它吃进去。汤匙，我把它吃进去。你可以放低一点嘛？对啊，你有诚意。一个小孩子在上面挑，我一直要上面，结果吃不到，坏呀！不，单个高度，他透过他的表情，透过表情在看，他恐惧的表情，好可爱啊！我吃。有了，他弄了一小块给我，一小块，其实没有你就是鲑鱼软跟鲑鱼的感觉很舒服。我的第一口。Mozzarella cheese， 好紧张哦！真的，好鲜，鲑鱼的鲜味，这鲑鱼的鲜味，他一直说鲑鱼，其实它只是鲑鱼皮，它撒来的，它是鲑鱼皮。你搞不好从此爱上 cheese， 好好吃哦，好好吃，真的吗？真的好吃，因为啊，因为它那个鱼肉嫩到，对，然后因为它有那个火烤的那个香味，然后可是它那个嫩又有那种，就是说又不是太烂，刚刚好，然后我完全吃不到 cheese 的感觉。叫我该高兴还该难过的一些。好好好吃哦，这个好吃，这个好吃。嗯，不错不错。先把皮的部分先放。皮要给我。你的爱好真的很特殊哎。关于皮好好吃。先把皮的部分先放进来，然后先煎到它脆，我们再翻面过来。真的，迷糊其实洁白，那很热哎。哦，那个皮，快点，呜呼，好好吃啊！你看，它现在这样子。我们到阿金这儿走了，拜拜拜拜。来，这个试吃啊，加拿大温哥华近来因为洄游的鲑鱼数量减少了，造成了何种的现象 ？A， 灰熊捕不到鲑鱼吃，个个瘦成皮包骨。B， 鲑鱼量少不足，一尾能卖到2万块钱。好，来来，剪刀石头布。再猜一次好了，来，我先猜一次，没有人不帅，没有能力，这个不帅。好，再猜一次，会赢我有没有？我们要有骨气。好了，让你选，让你选。他不会猜的，太害怕。对，你知道，我就觉得这答案是一半一半哎。啊，你也觉得？华姐，你觉得是哪一个？因为我觉得，我不知道哎。灰熊它不光只是吃鲑鱼嘛，它也吃别的，它还吃别的东西。所以你觉得是变很少，然后所以它变很贵？对，量少一定就会价高。加拿大。好了，那就比，又完全不晓得。北海道鲑鱼，北海道鲑鱼串串饭，对不对？这个非弄不可。好，来准备起朱迪。有那种必死群星有没有？来，题目题。来，鲑鱼对于味觉已经有高度的进化，甚至还出现什么状况？哦，就是你去猜拳啦。没错，漂洋过海来赢你，来赢你，懂不懂？啊，剪刀石头布，布。我觉得他都用他的身体让你忘记他有在出拳。对呀，就让你很害怕。是我这对的。哦，我这对。小方向，我要吃。
好不容易获得猜题权的程程，能和李明一一起吃到终极鲑鱼料理吗？超爆笑内容，广告之后马上登场。好了，就比又完全不晓得，确定完全没感觉，没有听过，确定啊？恭喜答错了，你看啦 ，A， 你看，真的假的？只有我是 A。加拿大哥伦比亚省的中部沿海地区了，是著名鲑鱼的洄游地啊。那么，然而近年来了，洄游鲑鱼数量减少，严重威胁到捕鲑鱼喂食而的这个灰熊的生存，所以灰熊的正常体重呢？从500到1500磅呢，一直降下来，进入村子的灰熊体重目前只剩下了300到400磅。鲑鱼的肉取代了蚂蚁上树的肉末。我觉得很妙，怎么会九娘加这个？对，厉害啊，就不好了。川菜事实上很会利用九娘啊。这个柠檬只是提香解腻而已，但是好重要。柠檬跟那个。对，那么就是这样子啊，稍微的卷起来就行了，不必用很大的功夫啊。那么你卷起来以后呢，等一下一个人一球的分量啊，我会用吉康菜包起来。我可以试卷一个吗？可以，这个来，您动手来，然后就在这上面烧一烧啊，把鲑鱼的油香味给烧上来。哦，那个油马上哦，还有柠檬皮的味道，对，飙哦，那个飙的，对，这样子的味道就会上来了哈，油滋滋。我们要到对面去了。好，来接球。还在吵呢。华姐，还是你没事可以过来一下。来，华姐，你在干嘛？你在干什么？你在干嘛？那牙包。试吃。哎，鱼的二厨可以先吃啊。你刚没吃吗？我没，我是赢的啊。要看大厨啦，有些大厨会给的。我们现在把这个奶油放上来了，那我们现在可以把鲑鱼放上来。啊，这样子哎，整个放上来，哇，剁碎它，我的皮，我用牙翻过来，有点锅巴在上面。原来我们今天现场的便当是这个。我怎么有觉得你那边办圆游会的？爸爸的料理就是这个样子。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子，而且我觉得詹姆斯好像很厉害，都是那种就是家里面的剩菜啊、剩饭啊，或者说剩的东西，他就可以。好，变成美味，我已经把鱼皮留给你了。剩的东西，剩菜，你就很会变通啊！我觉得这个很棒，这个很好吃。哎，这样好焦焦的，很好吃，对不对？还有。好适合去做铁板烧哦，就是要把它烤。虾夷葱，什么葱？虾夷葱，虾夷这个很香哦，虾夷葱。然后白芝麻，白芝麻，哇塞，这样口口香香。哎，你为什么每一道都可以弄的，就是像日本人做的、啊？我现场倒数十秒。没有在日本待过。对啊，对，那个直接用，因为他有广岛烧那样子，那个他的摆盘跟他的那个飞都是这样子。营养价值极为丰富，而且非常吸引人的。鲑鱼五星级料理今天做了两种完全又是不同的呈现，相当的吸引人。时间到，来菜来两边。鲑鱼它会顺着湍急的河流逆水而行，抵达上游，然后再开始产卵。如果说直接将鲑鱼从下游运到上游，它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 ？A， 鲑鱼精力充沛。产卵的量会大增。B， 没有用过力了，反而生不出卵。那好玩吗？剪刀石头布。我先出了吗？对。耶！我先出了，那他不赢就太。我要剪知道吗？但是我们答案一致，对。我们答案是一样的啦。我们是选什么？我觉得就是。应该就是 B 没用过力生不出来，因为没用过力什么话？什么意思、啊？是 B 没用过力，没有用过力反而生不出来。
真的没用过滤粉。答案是 P。为什么定？为什么这么肯定？因为我们生母孩子，我们知道。恭喜丁。对啊。真的，妈妈聪明。来，但是呢，实际上的典故是为什么？请说。鲑鱼有着产卵期嘞，必须溯游而上的天性。曾经有人做过试验呢，让鲑鱼在平稳的河流当中游到产卵地，省掉了溯游以及要腾跃的过程。这样子一来呢，鲑鱼却生不出卵来了，因为溯游时期的动能和辛劳，居然是它们催生的最好良方。正确答案是 B。哦，这样我觉得这样配好好吃哦，是不是？好甜哦，叶子，是不是？嗯。那里面呢？里面呢？蚂蚁上树的感觉。又，而且它包在里面。嗯。然后，我觉得那个柠檬皮真是神来之笔。哎，你们说的很好哦，那再不是怎么说？其实这道菜，因为里面包的是所谓的粉丝，所以蛮有趣的地方是柠檬加了粉丝，所以你吃了乍吃下那种错觉，好像里面包的是葡萄柚。嗯，哦，有点脆脆的感觉，有点弹性，跟粉丝结合在一起哈。哦，对，因为那个酒酿，对，因为那个酒酿跟粉丝的弹性，再加柠檬的酸度，你吃哎好像加了葡萄，给你仔细一看，哎不是。嗯，所以这道菜整个组装起来，好想吃。有趣，整个鲑鱼的鲑鱼油跟这个里面组装起来，然后是很清爽，哦，真的，饱满而且清爽，很不容易。嗯，这饱满都不行吧？我相信口感，我相信一大口肉哦，大饱满而清爽就难了。对，啊，阿杰是兼顾了清爽跟那水分的饱平，对不对？嗯，非常好，掌声。厉害，谢谢阿杰。该吃这一道了。这道叫做什么？叫做什么锵锵饭呢？锵锵有北海道鲑鱼，北海道鲑鱼锵锵饭，对不对？这个非弄不可。好，来准备起助理。还有那种必死的决心有吗？来题目题。来，鲑鱼对于味觉已经有高度的进化，甚至还出现什么状况 ？A 可以闻到熊的味道，加速躲避 ；B 能够记得家乡淡水的味道，帮助回家。哦，这我。它对熊有味道，对熊有感觉，是对水有感觉，好不好？对，它是什么样的味觉？这时候就是你去测选啦。没错，漂洋过海来引你，来引你，懂不懂？啊，来一位，剪刀石头布布，你都用你的气势，用你的身形啊压我，觉得他，而且我觉得他都用他的身体让你忘记他有在出拳，对呀，就让你很害怕。是我针对的，好，我去，好，我要吃，好啊，你选啊 ，A 还是 B？ 你说，我呀，你说，当然是你。你为什么那么惊讶？我说你怎么会跟我一样啊？是 B， 当然是 B 嘛，他怎么会闻得到熊的味道呢？那不好说，那不好说。鲑鱼，它在水里面呢，一定是水家乡的味道。可是有可能是 A 啊，就因为是 A， 所以灰熊我跟你讲，他们就是因为闻不到灰熊的味道，所以灰熊还是吃他们。但是他们就是一心一意想回家。记得家乡，就这样子。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就这样子。我跟你讲，就这样子，就这样子，对，就是 B。B 答案是好 ，B 答案是 B， 耶！电梯到。公平吧，在初夏时，鲑鱼、成鱼会面向它们的淡水的家逆流而上。根据科学家的研究，鲑鱼的味觉已经高度进化到记得淡水家乡的味道，并且根据星光的指引，才能够找到淡水河鱼的方向。这样很厉害耶！先吃一口饭，知道它的味道是什么。乍看会以为是一般的炒饭。好 rich， 好丰富，好饱满。我有点迷失，可是我现在整个获得了。现在回魂了。嗯，它简直是一道高浓度的五味杂陈呐，什么样的感觉都有。嗯。那么整个米粒的一个柔 Q 绵密之感呢，带着这个鲑鱼本身原鲜味的这个鱼味哈，丝毫没有一点点腻。嗯，那么调味也很简单，可是抿到那个软的时候，不揪的咸味了，就爆冲的感觉了，刺激了我们的味蕾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几个人吃一半公公家，唔再爆。好，就是。谢谢，今天呢，为了娃娃的新专辑，回味了这么多年了，对不对？
终于呢，孩子可以自己独立了，他可以自己呢稍微喘口气，对，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，唱唱歌。他的歌声很明显的今天呢并没有变化，哇，数十年如一日，我相信，真的多了那种资历的韵味，啊，多了鲑鱼的滋味，好有味道。我相信这个专辑呢，可以给大家的很多很新的感受，还有很多很幸福的感受，好不好？继续，好不好？每年都出专辑。可以的话，赶快办演唱会了。他歌太好了，演唱会快开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祝福的曙光能够观众朋友喜欢。好，谢谢两位，谢谢两位主厨，谢谢。大家要记得，要好穿，要好看的《型男大主厨》。祝你们、我们、他们天天健康又幸福，晚安，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华姐，谢谢你，谢谢。人民保姆来下厨，鲜鱼厨师合演宣导短剧，超爆笑对话让大家笑到不行。这超好玩的。身份证借我出示一下，谁啦？警察阿姨来了啦！他跟你讲两点叫你走，你要不走？我们不是小孩子，你看几岁了？怎么会是小孩子？有的长得很操劳，可是我刚回国，我不晓得。你会讲英文吗？讲没有啊，我唠几句英文来听听，不是刚回国。泰，我从泰国来的。用泰文讲一遍。两边援军家属世贸赛 PK， 料理手法真不错，让主厨皮皮给一个赞啦！有打点粉，有打点酒，对不对？阿吉师，你爸爸现在做这个腌肉部分赞不赞？哦，赞赞！你是平常在家里面，妈妈什么菜是你最爱吃的？妈妈，妈妈太阳白菜，太阳白菜，赞赞！谢谢谢谢谢谢傅明，谢谢傅明，谢谢。外婆说的，好，有没有？哎，外婆，哪一个部分？这个站是站在哪里的？我觉得他的家庭比较和乐一点，外婆会一直叫。